其實在香港做生意真係幾好玩，呼風喚雨喎，你啊梗係好玩啦。啲錢喺邊度嚟？你叻過飯，就做過飯。股票真係可以當錢使，香港地冇時間俾你發夢。100万嚟嘅。100几十万一口价，100几十万啊！我想系值几多少就值几多少，我要印几多就印几多少，好似美国政府印美咁噶。朋友系咁噶啦，我帮下你，你帮下我啊嘛。点帮？就系冇人咁玩过，先有原子弹嘅效应啊嘛。你真的以为你会没事啊？看你的阿 Sir。